由客委会客家发展中心头一摆拍呢南方客家歌谣音乐季，客家歌谣交流跟墨水，就邀请嘅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70团嘅歌谣班，向下来传唱客家歌谣，来传承客家，同时咪表现出客家歌谣嘅魅力。来自高雄嘅月光山合唱团，佢哋用多年出圈嘅演唱方式，表现到千达人，得到为今年嘅特邀。客家歌手罗文义嘅词唱歌曲，唱出传承客家话嘅困难，要找到传承客家文化同语言。客委会客发中心举办南方客家歌谣音乐季，客家歌谣交流跟墨水，本国替歌谣班嘅成员比较一下。客委会主委李永德也推崇客家歌谣班系客语传承嘅一大助力。过去啊，几啊十年啦，就靠住俺哋各地嘅山歌班吼、歌谣班啦吼，来传唱俺哋客家嘅歌谣。我们客家文化呢，继续好透过一个方式来传扬下去。同客家歌谣同原住民音乐巧妙嘅搭配，对闽南来嘅月光山合唱团唱出和谐嘅多元族群融合。屏东来的南山乐舞团也下摆出个演出，宣扬六对客家文化。演出内容也相当精彩。参赛的70团歌谣班经过两年的比赛，由客委会主委李永德公布体育的队伍。比赛系几下喂？你竟然讲出来就咋蛮感动，因为从来就大家感觉，哇，我哋样可以表演得很好。客发中心表示，接下来还有北区、中区、还有东区的分区竞赛，未来每一年各区将会办理歌谣比赛，每区各选出前五名晋级全国总决赛。而透过不断的传唱同交流，超越能见度，本每一年都会是每年民众陆续的联想到是客家音乐节的季节。客家新闻潘神旺频道报道。